在这一排的时候啊，你要先按 shift， 然后才能打数字。然后另一个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你常常会按到这个上面，所以时不时就会截图啊，然后麦克风静音啊等等的。不过它其实按起来还是很疗愈，对，还是很棒的。